星期三的聚财 Gaming Five 为您邀请到是聚财网的超人气部落客，同时也是畅销书《当冲上班族》的作者黄维硕，冲哥早安。星云早，投资朋友大家早。好，上个星期呢，冲哥是讲到了 GDP 成长率在连九降之后，由最近的止降调升来讲，景气可能会暂时的落地，而因而让整个大盘在这十几个交易日以来呢，其实都是持续的往上来进行垫高的。但是投资人对于景气的疑虑还是不是存在呢？目前现在一般人民众的薪资跟物价情况哈，那我想大家民众大部分应该不会觉得台湾的景气是好转的迹象哈，因为生活的压力其实还是很大。但是景气这个东西做底部弹升，总是会在大家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会悄悄的筑了一个短底，然后可能会在大家充满疑虑之中哈，也可能就是现在了哈，在上升哦，有一天呢反而会在感受到它的景气哈，感受到的时候反而会趋缓，而且会停滞哈。当然，我们是不知道景气跟经济哈，如果以更长的时间来看啊，比如说是到了明年底或者是后年更久以后哈来说会走向何方。可是投资人只要短期上面只要有行情哈，我认为只要掌握到正确的方向，其实就是机会哈。我这里的话用一档股票最近两年的走势来解释这个情形哈。波段上面啊，只要掌握到这个方向就会有机会。我们看一档股票是2498的宏达电，我们来看它的周线哈。这个宏达电呢，一年多以来哈，这档股票因为基本面的滑落，看起来的话呢，可能是涨多跌少哈。大家都认为说做多赚钱的机会好像很少，可是呢，它在去年12月初的时候，从高点1300下跌了7个月来到了大概是400元左右了哈。做落底之后呢，向上哈弹了3个月哈，来到了价格是672哈，这一段的这个波段的涨幅有66%哦。好，所以我们虽然看到它虽然最后还是破了400块的底啊，而继续腰斩到更低的位置哈，到了200块以下。那但是这里要带给投资朋友的观点是说，在投资的当下哈，对于标的后面更久以后啊会怎么样，其实我们并不会知道哈。可是投资人如果能把握住呢，这个从400到670的哈短期弹升的行情，也就掌握到这个投资的机会哈。大家都知道说，再弱的股票啊，也没有天天月月都在跌的。那么呢，换成景气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哈，其实它并不会一路都跌到底哈，总是会有弹升段哈。我们不能够预测将来的台湾到底是多好还是多糟哈，但是如果几个月好或者是半年内哈弹升的趋势啊以及反转的资讯如果明确，那我们觉得投资人这个地方是不必不相信，而只是做的等待的哈。那么至于说这个空手哈，这个投资朋友如果是空手哈，实在是暂时不知道啊要如何切入的朋友哈，千万在这个地方不要去放空哈。因为目前来看哈，放空股票哈来获利的机会其实比较少哈。那我今天在这里哈用一首新歌来说明哈，投资人没有买到股票啊，然后在市场上面其实大家都是做多的哦，但是没有买到股票反倒去放空的一个心情哈，来与投资人要来分享一下哈。这首歌的话呢是蛮新的哈，是最近哈这个周杰伦的新歌哈，那歌名叫做《明明就》哈，那我唱给大家听哈。明明就不喜欢做空，为何却主动把卷空？你的心事太多，我不会猜错。明明做，明明做多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顺势自动变朋友。这个歌名哈，它叫做明明就哦。其实从投资朋友看到这三个字哈，可以在心里面默念哈，是不是要暗示人不要太固执的意思呢哈？所以就利用这首歌也跟投资们说明哈，我目前短期上面的看法哈。嗯哼，好，不过冲哥啊，我想起来了，因为在上个星期啊，其实你丢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铜板连续丢9个正面，第10次到底要怎么猜？结果大盘呢，现在真的继续涨了第10天才回跌，所以今天你要帮大家来解答一下上个星期的问题吗？其实上个礼拜提供这个问题哈，我所要提供的一个思考方向，投资人可以参考啊，来想一下哈。那其实上礼拜所提供的这两个答案哦，其实都是不大对的啦。大家进入股市呢，其实好像就是在丢哈，好像在玩这个丢铜板猜正反的这个游戏一样哈，以为呢铜板是公正的哈，以为
游戏是公平的，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啊，尤其当铜板出现那么多次证明的时候呢，啊，不管是赌场的经理啊，或者是规则跟你说铜板是公平的哈，你都不要相信哦，而是去开始怀疑，如果铜板是公正的话呢，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次的证明哈？所以呢，可这个东西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形的话，接下来如果再丢10次，那会是正面出现的比较多，还是反面出现的比较多呢？如果上个礼拜提供给大家的这个解答哈，那投资朋友观众是因为正面出现太多而选择反面，那这应该是一个是蛮明显的错误了哈。但是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坚信哈，其实呢第十次丢正面跟反面的机会是一样的，其实这个答案只符合原理啊，不符合实际。投资人在笃信学理习惯的时候，往往不能因为时空的因素改变而有所变通。那认为呢，花时间研究规则哈，以及过往就可以简单的套用。其实股市没有规则了哈，只是因为它使它变化的因素太多了。那么股市也不是像大家想这么公平哈，必须要懂得变通的人，其实才在市场上面才会有机会从中获利的。OK， 好，谢谢冲哥为我们带来他最近的一个看盘心得分享。那喜欢冲哥的观众朋友不要忘记了，每个星期三我们都会跟冲哥一起连线。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今段广告马上回来。两位钱人要去，咱无能为力。亿光 LED 无论大个小，长个短，早就该创作侪币，现花现省，无人卡会着咱个钱。啊，你家是用路灯嘿哦？这是要甲政府讲，你嘛也要信。要来亿光。股市冠军张老师投资心法：生活简单就是幸福，但学会简单却不简单。不执着的人生才会更轻松开阔。股市投资本就有风险，输就输在你太执着。人性弱点我掌握得到，服务助人更是我的理念。每日赠送研究资料，免费索取专线02-2351-3999，02-2351-3999。全新出发，资深房地产专家田大全以全新观点带您专业掌握国内外房市脉动和讯息，现场直击全台各地中古屋和新成屋，审美观察，设计师帮屋主逐梦圆梦。不管你想买房子、卖房子、租房子、看房子、挑房子，田大全一次告诉你。请锁定三立财经台，台湾好所在。最潮最夯的养生密码，5只手指可以看健康。养生教主为您大揭秘：心肝脾肺肾，五行五脏怎么保养？凤梨、韭菜、奇异果，塑身护法 up up 好成果。